我不要。这是末班车锦鲤的幸运物，而且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得收着。我不要。生日礼物啊？不要算。我要。 不高兴啊？没有。一有不顺心的事情就跳舞发泄，这么多年习惯还能改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喜欢拆穿我？跳舞应该享受，不是用来发泄的。起来，来。 喜欢发泄是吧？带你去发泄的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去看看吧。 季飞，你吃饭了吗？正在吃呢，给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该不想下毒害我吧？ 我下毒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，还不是因为我哥，我辛辛苦苦给他准备的生日餐，他一口都没吃，说是要处理什么工作，我竟然没有工作重要。生日，拿着。你该不会不知道我哥今天生日吧？你这十年暗恋，你怎么恋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今天白天给他过来着呢。哦，那就是因为你给他过生日，导致他工作没处理完。 知道了，那我们不如走个流程，不然处置多尴尬。虽然简陋了点，但是我之前也不知道是你今天生日。你不是暗恋我吗？会不知道？ 我忘了嘛，你收起来干嘛？还来得及，生日一年就一次，不能这么寒酸。我们出去吃。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生日都是开胃菜，哪到哪呀？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那家店你绝对会喜欢，特别好吃，我每年都会去好几次。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演技？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来，我陪你。
哎，季总，我说的就这家，怎么样？要不，换一家。季总，你别看这店面普普通通，这是黑珍珠榜必吃榜，你吃了一定会喜欢的。行吧。 小七，这家餐厅一看就不好吃，我们换别家。季总，你不能以貌取餐厅，你这家店真的特别好吃，我一定要带你去吃。小七，都这么晚了，吃这么油腻的东西对消化不好。嗯。啊，研究表明，吃宵夜的话，第一会导致消化不良，第二会引起发胖，第三吃宵夜的人经常熬夜，会引起第二天工作能力下降，而且免疫力也会下降。 这话怎么有口错成的味儿？季总，我也不是经常吃，就是偶尔放纵一下没关系的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吃一些清淡的东西。我现实世界已经够克制了，进入小说世界我一定要放开了吃，反正肉又不长在我身上。季总放心，这顿我来请。小七，你要是实在想吃的话，我们换一家。 季总，你今天有点奇怪啊，该不是有点喜欢我了吧？没有。季总，你这么果断拒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你看，你又是摸手，又是摸脸，会让人误会的。这样，我答应你一件事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只要不是违法乱纪，我可以答应。 24小时随时待命，不准离开我的视线。谢总，你这就有点夸张了。那算了，我就不信你能随时随地看着我。如果是你生日愿望，我答应。行，合作愉快，换别家。就这家。小七，我们要不再考虑一下？你就是平时高档餐厅吃多了，然后换别家吃这家店。我就是想吃我现在。好。 就吃这家啊！不，季总，你先看。服务员，小七，看菜单。过来。我都吃了好几次。两位看需要点什么？你随意。 那就推荐榜单上这些吧。我们今天有店庆活动，购买情侣套餐可以参与店内抽奖。情侣套餐没什么特殊要求吧？没有，就是普通的双人套餐，购买就行了。那就情侣套餐。好。<笑>情侣套餐。小七，喝水。这水有什么？ 排毒。哦，季总，您不介意我来抽吧？嗯。三等奖，你们这三等奖是什么？三等奖是一对钥匙扣。啊，也行也行，哪天抽到就。去年我去过厕所。 小七，钥匙扣来。订好您的礼品。嗯。我不要。这是末班车锦鲤的幸运物，而且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得收着。我不要。生日礼物啊？不要算。我要。